酱油蟹是韩国的名菜，吃这种生腌蟹通常都要自己动手擦。其实在韩国有一些店会在客人面前即席擦蟹，捞埋紫菜饭变成一碗酱油蟹肉饭，一样好好味噶。最近在红磡这间新开的韩国餐厅就有得吃。韩国老板 Andy 说这种食法在韩国很流行，他选用本地的白蟹仔，虽然就不是很大只，但是很多蟹膏。上菜之后他就会在客人面前将蟹肉蟹膏拆出来，再捞埋紫菜饭，还会将最多膏的蟹盖填满白饭，等饭吸晒蟹膏的鲜甜，真是看见都流晒口水。